很久没玩这个，我们继续。我们做到那个芬兰的，哦，是那个芬兰的那个奇怪的战后的那个，好。最近发现很多新的嘛，都很专心在玩他们，反而忘了这些旧有的系列。啊，不过没关系，我现在按进来了，就代表我有义务与责任要好好打一下。真久，自从那个什么世界征服者四之后出了之后，这个世界征服者三反而出现了一堆有的没有的模组，也真是够神奇的。来看看我们这个底底下的模组。这个 division 是打算干什么？再会。这个很不能可以，但是还是把它杀了。克服啊，法兰克服。特种兵种名字来，我看我现在才发现，对不对？我们是很久之前有发现这个吗？啊，还有自己，哇哦！对，我想起来了，但是这还是很令人震惊的。就是不知道该想继续，该不该继续上去。一起歼灭多数敌人。哎呦，如果真的都不行的话，我就得考虑直接就是玩那些新模组了。我尽量不让这种事情发生啊，只是很难保证。苏联更是哈尔科夫，那他们在基辅就不知道能不能构筑起防御啊。我原来我们已经有一个核弹了，只是我还没有扔而已。
仔细考虑考虑。这种状况下很难判断要丢荷兰在何处啊！哎，中华人民共和国，哦，中共竟然被刚才好像是闪到台湾的那位中华民国的回合，难不成是中华民国灭他？哎，其实这也不是不可能，毕竟就是内战的方式。哇，真的呢！所以说美国负责。美国也找了占领了北部北中国的四座城了。嗯哼，这个兵力也是很超级密集的，而且所到之处必成蓝色，必成深蓝色，真的是令人恐惧。我觉得真的我有点怀疑我到底能不能打他们，这个太危险了。危险，太危险！怎么会有这家伙？他怎么凭空出现的？竟然还是那个的将军，他是法国将军吗？不行了，我们必须扔一个。哈哈，就为了这个法兰克福。you
重坦克部队，嗯，都做得很好。哎，实质上战役还有非常多不确定的战斗要素啊。嗯，恐惧这个接下来发展，哦，最好先以核弹多造核弹来自保。那个这个意大利人，他真是趁机而势力大起来，夺取了罗马尼亚境内的首都。对啊，在他们首都让他们自己境内啊，都讲什么？到底是什么？嗯，是邪恶的敌手，虽然说我们自己就是入侵者，我们应该是比较邪恶。我要这样讲，你知道吗？要悲壮一点。就被我干掉了，我还以为他会活很久。对，不愧没血的暴徒，不愧是有信心的部队。这样太危险，对方兵太多，真的很危险。哎，真太危险啦！哎，氢弹的生成速度又不快，核弹的攻击又太难了。
真的很无聊啊。我们苏人都开始丧失土地。开罗怎么给希腊占着的？这局势真的有个奇怪的。不过美国他们完全忘记了，在南非有一块苏联在接近南非的地方有块地啊。是有点想睡觉，哼，但是没办法，必须做这个。这个状况越来越糟哎。感觉已经不会再好了。现在一点都很，不是因为停下来了，但是感觉路太少了，对吧？我感觉还没混到，也许路太远了，有点。不过那我就再看个两回合、三回合吧。
屁的，有没有吧？没办法，下面。来这个，那个人不行，我用共产国家打，太那个了。嗯，人那个猎人比我大。Ouch. 哎呀，喂！哎，现在猫怎么都是人？真的。